说到寒冰掌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江湖失传的绝学，在传说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练成，并且威力非常的大，一出寒冰掌方圆几里都会受到危害。但是这毕竟是武侠小说当中才有的，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但是下面这个外国小哥居然会这失传已久的寒冰掌，下面这颗丫头一起去看看吧。这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这小哥把手放在水里面，水瞬间就结冰了，把小哥的手给冻住了。而这个冰块的结冰的瞬间也是非常神奇美丽的，其实这是小哥做的一个化学反应，所以就有了这个寒冰掌了。而这个化学反应也是非常的简单的，材料就是苏打硝酸和水，把苏打硝酸和水放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，放置大概一个晚上，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像血一样的物质，之后再是加水加热，等物质融化了之后得到的东西比水浑浊一点，倒入容器中，再把手放在里面，就会像刚开始时一样产生化学反应了，手掌上会瞬间开出一朵朵的小花，然后慢慢的越开越多，越来越厚，这时的手掌就像是寒冰掌似的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好了，视频分享就到这，我是丫头，点击订阅关注我们，下期见。